家收看卫星世界，易经风水面面观。咱好大行，阴阳是我最中心，阴阳是我最中心。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性归国主，若有真性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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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各位第二期书信班，第一期鬼谷子学习研究会研究员贤士同修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咱这个就来讲解八卦的真言：天地离尽，顺坎进。坤，乾地离震顺坎乾坤，乾地离震顺坎乾坤。咱啊，真侪同修师兄师姐，师父啊，你甲加持了，互我记会起来，好多易经八卦记起来起来了。那么你们可以叫他哦，师尊开始认真念乾地离震顺坎乾坤，乾地离震顺坎乾坤，用到念认真念，你就背起来啊。嘿，这是真相，你知无？哦，这是作准的。啊，曾经咱早期一师兄啦，老啊，啊，要八十岁啊。啊，老师啊，我敢能一啃啦，啃啦，啃啦，啃未啃未过啦。什么啃？我都念八卦念未起，六十四卦，我想到头壳都戆。我可是念到啃三回尔，我就想到六十四卦要发这。一直背不起来了，我要乾为天乾者，啊，就想到六十四卦，要六十四个才对哩，不要读背哪会起来啊？我讲你卖差袂啦，六十四个，哦，你就是八个先个念好就好啊。你八个八卦，你一个熟悉，你个熟悉这八卦吼，八个先生啊，哦，恁兜的八个人，哦，恁兜八个人，你爱先熟悉。啊，早时起来嘞，好，你就看目睭背金铃刀是啥物人，啊，你就叫伊名，迄你就知啊。哦，啊，这是老辈。我讲的就是你家里的亲戚朋友大汉细汉的人，啊，第一，啊，就少路，啊，离中路，点啥？啊，进江南，啊，顺江里。坎中南，哦，啊，这个近，啊，为少南，啊，坤为老母。我问讲，恁家要老爸有啊？啊，恁家老爸还是乾呐？啊，恁现在干嘛有啦？少女还是爹啦？啊，那迄个。第二招叫么？有啦，阿丽亚啦，吼、哦，阿进呢？阿进啊啦，江南短后生，阿大汉招叫阿顺啊，阿、啊、这里、個、第二招叫呢坎，好、哦，阿、啊、是少男为进啊，阿进啊，好、啊，这里坤啊，老母啊，
啊，伊就转去啊。咱这新罗先生因老爸到倒位去？啊，伊咧转去厝，伊要好奇啊。啊，第二再偷大咧，就捧一杯牛奶要因爸食。啊，伊安尼讲，阿乾啊，食饭啦。阿乾就因老爸塞恁娘咧，什么人叫阿乾啊？阿乾啊，我生气。阿乾啊，我生气，你来叫阿乾啊？足衰，叫老爸啊猫一个，啊乾乾卦，老爸都乾嘛，乾雷天啊嘛，阿乾啊，我爸唔是啦，我老师师傅叫我背六十四卦，老爸好多乾啦，那好，安尼咯，你讲念阿乾啊，我阿乾啊，好啊，现现足久诶。啊，足无简单，我怎啊未记哩啊？你个叫阿乾啊？过去的回忆，但是安尼伊都记起来呢，伊都啊记起来，老爸好多乾嘛。啊，但是啊，先找个爹啊，阿爹啊，阿过来玩，先找个来，阿爹你来，阿爹啊，爸。我阿伯大，阿伯卡爹，你也叫阿爹啊？爹瓜，啊，咱的卡爹啊，就阿爹啊。吼，伊讲唔是啦，吼，先师傅教我念一句八卦，吼，查某囝啊，都爹瓜，爹为爹，我咧个叫阿爹啊，唔是讲你拜卡爹啊，唔是这意思啊。所以个，这里咧，厝的人，你若拄到第二查某囝。离啊，离卦啊，离啊，啊，大汉后生阿进啊，好啊，大汉查某囝阿顺啊，啊，细汉嘛中男呢，阿卡嘛，卡嘛，啊，这里呢阿进啊，坤啊为爹啊，阿娘，哦，伊才一讲咯，八卦叫背起哦，这要领哦。第一，和因老爸个乾起下来吼，乾雷天呐，乾天乾天呐，啊，乾雷天，乾雷闹，啊，为闹为秀为灾，啊，那生气也是地会出来啊。所以各位这种禅禅，你爱要领悟。咱那个易经用在生活上足简单嘞啊！咱若不用在生活上，你讲你硬背只乾地理正顺坎乾坤乾地理正顺坎，你乾到遐都背呀？你背袂起來？用人来背嘛足紧嘞。那我的小孙女，啊那新欢呢？我姑姑的哥哥，钱的家在哪里？几家钱？啊、哦，对的家在哪里？在这里。钱对离啊，离的家在哪里？你家啊，正的家在哪？阿正的家在哪里？你家啊，巽坎艮坤啊，坤的家在哪里？你家啊，我另抓个蛋来呢。我问讲，哎，坎的家在哪里？啊，哎，在这里。哎，背起来呢，用这肢体语言。嘛，我都来了解着，我都增强咱的记忆力，所以咱莫讲了戆背。那么六十四卦你要哪背呢？先生啊，好、哦，你到这里天，哈、哦、天泽里，天火同人，天雷勿忘，天地皮，天风火，天水送，天山遁。啊！你背足紧嘞！天为天，天地理，天火同人，天雷无妄，天风休，天水上，天山遁，天地休。你首先把八卦这名记好，然后再来背。免两天，六十四卦背到好些好些。咱真得升起智慧嘛！所以升起智慧。是真困难，要升起烦恼上紧，啊，升起烦恼上紧呢？即摆现在上紧呢？升起烦恼是啥？你知无？
这个阿罗啊，贵个哈，恁大家拢个上交易吼，我你讲，你讲那交易交易吼，你烦恼一定大家记个足清楚个。啊，尤其呢，你讲个签结比较好，啊，做无到，迄个一世人都会记你起号码，一辈子迄个号码你都会记了，即生死烦恼嘛。生死烦恼，要死掉烦恼呢，无简单。这是咱人上大的宝贵。你要死掉烦恼，那么怎么样死掉烦恼？你一定爱对光明面来做。好啦，已经大学，咱来工程呢，要欠的高一点嘛，也未少钱。我交代我卖行的。伊个印象一定足深诶，啊！但是我财务长讲，你是钱呢，迄工资呢，你袂使甲拍无诶，吼、啊，照常互留有。啊，你甲两年后开吼，啊，才开伊迄个当时伊会甲你感恩，是安那？你甲囥两年，甲过两年，若无你开，反正早阿罗签了了呀。哦，这是安那呢？升起光明面，啊！你要死掉烦恼心，哼，舒服些呢。遐工程看拢白花，是安怎？我现在讲调，我就是爱好人。我想啊，你要升起有信心啦，升起讲哦，你才开始咧存钱诶，咧欠钱啦。哦，你要升起这个信念，啊，你爱欠啊，你就欠不起来。所以世间事，生甲死，死甲生，释迦牟尼佛。来世间住世四十九年，真侪人问讲啊，佛陀佛陀啊，你来世间要创啥？世间那是苦海。伊讲我为众生生死一大因缘，为众生的生死一大因缘来住世。听无的人，众生的生死甲你哪有啥关？但是开悟的人众生的生死是息息相关，众生不是说别人，是咱每个人。你看到一件代志，你会生起烦恼心；你看到生起欢喜心。哦，咱来遮考验、体验，这生死一大因缘来世间，所以一经八卦的真理啦，非常非常的妙。拢是相对论，相对论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种什么因结什么果，啊，什么果就一定有什么因而来。好啦，比如以前咱一个老信徒，啊，伊都钱有存挂啦，啊，存挂咧，啊，伊都有一天去学一个查某人咧，去甲怪呀。甲怪去，哦，怪伊就足唔惯，要出来拼生死。迄阵我也还在有钱有借咧，来甲来请示卜卦，讲这个吼，查人甲怪百外万，吼、哦、怪百外万咧，伊足唔惯，讨袂到要用兄弟，我来甲卜一个卦，兄弟当伊无去吸硬牛，是咧吸死牛，兄弟当来吸死牛，咪吸硬牛。我讲你只要是你懂兄弟咧，你会愈了愈大条。哦，伊都唔相信，那我去问神咧，问通灵诶，甲讲我爱用安兄弟去讨，才讨会倒来。哦，好，要讨你去讨，我就开始正道，要印证一道啊。兄弟懂吸性哦，一定了阿弟诶。啊，真正都去找阿兄弟啊。啊，八四五万诶兄弟讲，你先三成花。好，我来个吐，啊，结果三成，害四十五万，啊，太好了。如果那无吐着嘛，拢无啊。啊，最起码四十五万要一百万回来呢，无百五万拢无呀。啊，真正都四十五万太好呀。是啊，一礼拜拢找无人，两礼拜无人，三礼拜拢找无人啊啦。
伊讲，老师啊，你啊做公亲啦，迄个人是做无理的啦，做无意思的啦，安怎安怎安怎啦？打一个人我唔捌的，如果迄个人打一个，我都看迄个都报纸刊，就讲要代替人偷笑迄个啦，迄只我唔捌的啊。我甲你讲无效就无效，好等你亲戚朋友有钱就行你啦。结果伊个一条，到头尾甲了200万。阿哥当时咧去烦恼的时啊，生起烦恼的时，啊，迄个兄弟出面啊啦，啊出面哦，又足欢喜，哦，迄个丢个20万花，吼，我咧报迄个就一定妥有诶，啊，佫欠20万块啦，啊，无够钱哦，佫着五家加借2万呢，哦，我2万就摕来还我，我好啊，你来见，你要偷鸡偷，偷得较有咧。啊！伊都开始个啊，2万含伊18万斗斗诶，佫摕开啊啦！又过过后，无佫无坏人啦。哦，迄只发觉佫只强骗你，我无人甲你骗，你甲你骗家己。老早开始讲，你甲你骗家己，无人甲你骗，无智慧，你唔知啊，就乌乱行，酷酷莫。啊！你就生起贪念。生起无智慧的想法，到尾一个土登来无？无啊，一千五里都无登来啊！我只要证明着兄弟当来吸引后是了，我咪了伊。兄弟当来去吸引后呢，啊，一定就是了伊。结果呢，兄弟当来吸引后是了咱啊，吉咱啊！我才体会着法院，吼，这里是照公平。世间上公平就是法律，这是平等，这就是康，康就平等啊，了，康就平等。你若唔愿，哇，我遮呢，你就去找法律理论。啊，迄理论呢？啊，尾仔呢？律师来到律师诶，吼、哦，律师去诶，律师诶，就对。啊，这边哪个当是输啊？就提起加，加一嘴，你加一嘴啊？啊，就很多东西。哎、欸，这边较当，我提起要加起，加加相平康康就袂当。哇，法律的这轻了是安尼嘛，相平拢康康都白当啊，迄个公平，公平交易。所以公平交易拢康康的时候，交易也公平啊。家公唔相信啊，阿爷去告，干咩啊？好干咩啊嘞？拢告个了了，处了了呀。啊！才两个去沿河法院去做公亲，去公河，公河两个都拢无啊！即个生死烦恼，所以咱来世间拢有生死的生死门。生气卖食亏，生气卖骗人，生气吼，咱卖颠倒梦想，咱就会死掉各种的烦恼。所以啊！咱这里叫做乾卦，吼，这中坤卦，坤六端，这是色界，色界，这乾天是阳是根，这是物质。好，这是光。咱人，这个身躯，身躯就是色身。啊，阳光就是乾，这是智慧。啊，乾三年就是益，三年是益。
天地人。那么天，好、哦，这高啊，啊，人跟地，人跟天，不关系的运转，法无定法。好、哦，这就是三年，就是义。啊，义，这是功名，这是智慧，这是幸福。啊，幸福往往怒气相当下沉，啊，阳气当呢上升上升，这有智慧啊。所以咱每个人每对一件代志，暂时吃亏，并无代表你会吃亏。啊，暂时的失败，并无代表你是永远失败。咱的心量与光明面真重要。曾经咱一个师兄，吼、哦，伊都事业失败，哦，想要跳楼自杀，啊，要跳楼自杀呢？我要跳你跳啊！去到恁家啊，师傅，阮家都跳袂死，是啦，应该一楼尔，厝一楼都跳袂死，无用吊的讲，哦，吊的足歹看，直长长足歹看，伊一过看到人吊倒了，直拖遐长，啊，佮伊目睭吊遐，足歹看，足恐怖的。万一伊若吊啊，我互看到迄个歹看的面，家己嘛毋知要安怎？我你有够病，你不要死掉烦恼哟，死掉烦恼嘛。你甲看做你所有了去，倒去遮就是用经验嘛，就教育看做你的学费嘛。师傅啊，学费足贵的呢，偌济？千外万尔，无啥了不起啦。人生人的辛苦吼，几啊千亿万嘛买袂着。啊，等于呢，伊就甲因某讲，啊，因某非常有理气的人，都甲你讲卖贪，你就买。啊，你即卖吼输呀吼，无咱拢搬搬厝，轻轻好人。咱两阿婆吼，咱来搬来住草埔卡嘛好。嘿，啊，就真正厝个卖袂着啊，卖掉呢。两阿婆含两个囡仔开，啊，等因丈母妈住人个厝，草埔卡、竹卡，真正都还要大呢，住都无一礼拜嘞。啊，就是因个亲戚朋友看到安尼嘞，啊，工厂，伊开个竹园工厂，佫一间别庄，无人顾，啊，就叫遐无你甲斗顾别庄啦，一个月两万块互你啦，嘿，饲只囝，有通食饭。结果搬去住嘞，才看到迄间别庄吼，比因家好超五倍啦。迄间是别庄吼，足水的啦，比咱大大山脚遮尔。吼，有够足水的，迄栋别庄一外万，啊叫个斗讲，我想咱台湾人足侪企业家真古锥，啊，起新厝，毋知是要家己住，还是要请外劳来住吼。所以这个甲当个平济嘛。你升起信心，死掉烦恼就是了嘛。好，来，这就到这，阿弥陀佛。